难道不会还有人没给闺蜜安排上床都酒店套吗？反正我是准备好了。都说冬天的浪漫是一起吃个芽的冰糖葫芦，咱家小追追，一起浪漫一下。香菜可是最滑。第二个就是最近超火的网红热奶宝，难道我们都有吃吗？据说这是冬天也能吃的冰激凌，赶紧来做一个试试。只需要这样这样，怎么没有？这不是懒羊羊头上那一坨吗？我的小奶宝也必须漂漂亮，这真是有手就会呀。接下来就是冬天必备的小吃三件套，应该没有人能拒绝软糯的烤红薯、甜蜜蜜的糖炒栗子和香喷喷的淀粉肠吧。这淀粉肠果然还是没有肉饼飞好吃。参考了九月的山楂攻略，我的雪球山楂也算是有惊无险的诞生。最后再来上一杯充满我心意的小奶茶，外面买来的粗梅蛋糕上再加点料。追快来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热蛋饼。嗯，这葱咱没有的吧？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太离谱了，家人们！快让你的闺蜜给你安排。